I'm a bad boy doing good things.弟，这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你老婆，你老婆说你要是猜对了，她给你500块钱零花钱。好，这个绝对是我老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我老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那这个呢？这个绝对不可能，这腿这么丑，这要是我老婆，我才不要她呢。我才不要他呢！我拍视频了，你配合我一下，能不能？男生你要跑。十三，快尝尝我做的鱼。等会儿。哎呀，可好吃了，一会儿就凉了，你快吃。
十三马上就要下班了，看我吓死他！哎呦我的妈！怎么给我吐出来？面对疾风吧，哎呦我的妈，run。所谓富贵险中求。